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，那么我做你的彩虹。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的瞳孔，那么我做你的烟火。就是穿上就爱了，我想环游整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，摘下还你的笑容，穿过了银河的尽头，带着我的温柔，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。瞬间都变紫了，瞬间就变紫了。哇，你看到了吗？在这上面，对对对，我们自动并捕捉一下，小鸡又来了一次哈，就它真的很快，对吧？你可以看到整个云雾透过它的整个房间表层，在均匀而有密度的缓缓散出。如果说白云总是缠绕着天空，那么我做你的彩虹。如果说月亮是颗夜空的瞳孔，那么我做你的烟火。我想环游整片星空，找到你的星球，摘下还你的笑容。比较方便的就是在拍戏，比较方便就是在拍戏是吗？自己入的，还不赶紧冲，还不赶紧冲是吧？防晒也很重要，是吧？想一下，你把我问懵了。对，一个是保湿，然后再就是早睡。哦，早睡。对，嗯，这个也很关键。对，早睡很关键，我很爱早睡。对对对。然后小鸡，你平时就喜欢吗？啊，不是，你就喜欢吃辣是吧？上次我知道的，这个就是我知道的，不太，是不是就是也不太好跟大家推荐这方面，就是说一些好的。嗯。那既然这方面大家跟我的粉丝都同名，就是有在第三次 Q 到我们的粉丝喽。对的，就是。带着我的温柔，终点在你的心上降落。银河的尽头是你的眼眸。就是，虽然很少见面，但是还是很谢谢大家的陪伴。嗯，谢谢鞠婧祎，谢谢，拜拜。你们老放我的歌，我老是在这里，然后我在这里沉浸在歌里，是吗？对的。